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言。今天呢是在我们二楼这边给大家，说多肉哈。前几天就是关注我们的朋友应该看过，小帅在上面做了一次直播测试。那大家到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，然后有直播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大家。我们呢有肉友，很多肉友都问我，你们是在哪个平台直播？我们是微信，到时候呢，我提醒大家吧。好，那今天呢就是在我们这二楼带着大家转一转看一看，因为马上要直播了嘛，有哪些好肉肉呢？肉友们可能说在直播当中没有看得那么清楚，那今天就带大家转一下。因为我这边啊，二楼呢是有两个板床，咱今天啊先看这一个好吧。看这个，很多肉友呢都说砍头的时候什么怎么才能让肉肉这个爆头。看这个，这个呢是我们摘心，摘心之后爆的一些头哈，一定是一二三，这个造型挺别致的，对吧？摘心之后它就会在这个上方爆出很多小脑袋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桃梦，有了雀斑的桃梦非常漂亮哈，还有一些反边月影。这是我们的紫霞啊，对，我记得在我之前我有就是拍过一期视频嘛，紫霞曾经出现过，有肉友问我说这个肉肉好漂亮，叫什么名字？那今天知道了吧，它叫紫霞仙子，很唯美的一个名字哈。看，我就特别喜欢我们二楼的这个黄桃，他们的庄子可诱人了，像这个还是小点的，我给大家找一个，你看这个。看到了吗？看它大庄子状态好看吗？这些肉肉呢都会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以福利的形式推荐出去哈。看这边已经开始爆小崽了，啊对，看这一边，这边桃梦还是比较多的。看这个，对，我记得我有这个肉友哈，就是特别珍惜这个肉肉的那种肉友，在我们的评论下方说我们了，你们说就行，不要扒拉肉肉。那我们可能是说经常就是看到他们摆弄他们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下手会重一些，让很多肉友很是心疼啊。好来，以后我们会注意的哈。感谢大家啊，也再次感谢大家哈，一定要在我们做的不好的或者不对的地方呀，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呢也是正好在这个改进的过程当中嘛，有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呢，我们这边也会慢慢的吸取。好啦，本期呢就先和大家说到这里吧，喜欢肉肉呢可以多多关注我们，我是小言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